加八支，投一，一个同款十支哦，不是四包、哦，不是四百块哦，十支给你，两百块而已。他一人买两百块哇，就是牛奥良鸡腿嘛。所有人吗？这边有人要吃牛奥良鸡腿吗？只有六位吗？来，你帮我弄十支给他们啊，大家人给，哎呀，弄十支。大家回去买这边蛋，这我直接给你来，要吃开两百块来，花枝牌非常好吃。一百多十袋，给你两百块，给你等于钱，给你等于钱，一百块完了，免两百。我大哥今仔特别来搞捧场，袂较俗的，我特别欢喜。大哥一百嘛是要买两份，我花两百人想要买啦，无要紧。我来录这位干么？还是要分落去？来找三百。管理方便呢？录这位无要紧吼。哦，谢谢大哥来。来回去买一百，最后两个人给哦。最后两位的花枝板好吃又便宜，可以啊。那个有，今天最少包圆。来，最后两位花枝板是吧？都有差不多包两。来，大哥也要哈、哦。这你用煎的，不用炸的，你用气炸锅都很方便。来，一百块，最后一位了，花枝板，七八块两，不是花雕牌，是花枝板，好不好？来，七八，一百块，最后一位了，没有了，花枝板。买到了，真的高兴了。现在还有个十天一百块的花枝板让你们买、啊，谢谢。来，钓一下吧，来、啊，他这黑根货来。来，小姐的鲑鱼哦，好，小姐两包。来，小姐的来，虾卷哦，这一份两百的虾卷，来，帅哥来。来，大朋友。来，哥，刚起来，来。阿伯讲下巴呀、啊，这是鲷鱼的下巴哦，一包一公斤。手机肯定两包没两包，来我爸过来钓鱼下巴，全家两包。那边有，那边有。来，这样给两包，来我爸过来钓鱼下巴，谁要？五百块，我爸过来到这边钓鱼下巴。你说真的还是假的？鱿鱼圈的哈。OK 啦、哦。不是啊，因为你已经用一箱牛肉汤面啊，我烦恼你变袂落。迄个什么人啊？担当的嘛要下班呀，水哦。感谢阮担当的，那感谢阮大哥。两包两公斤，真正是六百块的物件呢。我面恁五百，真正烧烧去啊！哎，不如拜托一下，帮我摕两包迄落鲑鱼下包啊。低调一下包，我三零鲑鱼下包。来，五百。也是一公斤的哦。这一包250哦，这鲑鱼下巴一包是450哦，五百块是得买两包哦。来，你这两包买对五百，我再送你一包。无啊，五百块得，你可以买鲷鱼送鲑鱼，来五百块，五百块。哦，你这么卖呢？欢喜得啦，因两个拢好人家啦，搞成这样呢。等呢，你当真在耍伊？对，啊，这包单当的吗？我拢有。好啊好啊，卖问啦，继续对吧？问啥话？以前都讲话哦。没有，没讲话。来鲑鱼来，就是你刚听到。嗯，来要吃鲑鱼的赶快。还有那个包。不用买1800了，看一个啊，你忙外行外了，讲啊遐细地，你要吃咖啡，无人叫你买啊。这餐厅的铁板烧的还搞多，不够水，拢做无多汤一碟吼，来蒸到800块，两碟三啦，三碟俾你五啊四，500块，鲑鱼500块来，四碟五碟你来，六碟你来，七碟你八碟你，800块你有买袂八碟，来500了，一个吼，我讲，你八碟我也歹算账啦，规日搁要了啊，规日10碟啦，我好算，来500块都鲑鱼，来500块，这里卖磨盐，我给你建议不要磨盐，煎煎撒胡椒就好了，你们两个需要什么？跟我讲，还是要收惊，还要安泰水，方便听拢有啊。派500块，你也看有介意，然后讲不做青菜袂做。来500块来，上面放条鲑鱼，赶快500块来。张三大哥，你需要什么跟我讲哦。鱼尾啊，无。哎，大阿六，什么鱼尾啊？鱼尾啊，鱼尾啊。鱼尾啊，有啦，靠，可无鱼尾啊咧？我专门在卖鱼尾咧。嗯，啊，无你做啥货？来。有一颗在七百二算啊！小姐，我你暖一下啊！你刚才没有买到？刚刚没买到，很奇怪。你要不要来吗？应该来啊！你都炸了没啊？你来一包一公斤哦！我跟你讲，最后箱了6个客人，不要再解释，不要再买个想啊，个想你买不啊？来六个人给200块啊，200块来，一包就一公斤的，四个喽。为什么三个？两包就400块，来两包了，我进菜里面来。等于这三杯叉叉清醒，猪藤拢会使，猪买嘛会使，猪海山买翻烂尾啊！来200块，最后两个人可以留一口。我俾你上最好食的面，让你不要变。来200块，最后两个无啊！哎，莫菜莫菜，来来来来来，青菜好，来来来，抽签来。
谢谢啊，明天见哦，好、哦，明天见。来，冷爸爸他们真厉害，很早了。你要来现场吗？来，你帮最好姐让给啊。我帮你问好了，帮你问。谢小姐，我帮你问。没有了。太舍不得了，是嘞是嘞，哎，人已经客钱拢客完啦，哦，来，等你想好，贝贝，好啊，太舍。包里面有人点哦，好，好，归位张。对，这鱼尾我欠2-3个月啊，不止啊，应该是时间拢超过啊，已经拢超过3个月无回啊，有水无啊？这等于哦，退冰了，你茫冻的，退冰菜都切的。化冰就好，用牛皮这边来蒸，蒸好吃，蒸好香，真正好吃。无你用烘的猪皮烧肉也使。买你500，我以为超贵的，超好吃的，来300块好，是啦，买一盘，等于蒸，等于烘，等于煮，免500-400，来300块好。我只系好方便，你足久无看到鸡尾啊，对不对？我嘛足久无看到，卖讲你，来，来是来。有啦，是真的有得拿啦，可是价钱很高，我不想这样卖你们太贵。来，我希望我要卖恁较俗的，免500，免400，300块都安尼做老方便。哦，阮这下伊个干嘛？冰箱拢清了，甲干嘛来催我？对啦。啊，免500，免400，来300块，来300块。我这下买了啊，大个，啊大人嘞，都退无啊啦。啊，过去一堆人咧等，啊，结果你讲你要拖车，啊好好好，你搞做对哦。无啊无啊无啊，剩这尔，卖搁解释啊。来300块，互你换一个来。哎，一公斤的呢，真老的拢要吃鱼啊呢，不爱吃鲍鱼啊。拿钱给我就好了。300块几个买？拿钱给我就好了。来300块，免免免啊！免加免加免加。几个啦？一个造起，一个造起。那300块无够上呀？你这唔知阿咪给的你呢？以前有卖过卤味拼盘，无人给都咸咸咸咸咸，500块你都无走，免着去换。公斤的我伊得啊，我恁食较爽。这盘不是500，这盘不是400，来300块来，接接，给我两个，来最后两位了，归位，来再一个给我，最后一位了，归位，再一个给我，两个都给我，要求今天我8倍多，到底要几个给你？两个，好了，结束归位没啦？大哥鸳鸯虾饼呢？来大哥要，来200块来两个人给面，奇怪我打小起来了没？来最后一个鸳鸯虾饼不啊？最后一位了。来最后一位哦，里面有2片，一包里面有2片，来4包都给你。哎，这样你来啊，来200块月亮虾饼拢买了未？这样姐让给来，不要捞出来边。谢谢，来回去见了。还要吃蛤蟆鲍鱼片哦，好来。花枝卷一下。来要吃鲍鱼，免500，免400，来300块我来。花枝卷。进一包八啊，我啊。2份给我。4包300啊，我包6包你呐，只要200来300了。来大哥要一份哦，来鲍鱼哦，来300了。鲍鱼300块来。这种的包的花枝卷是这个吗？来300块来包。花枝卷是这个吗？来300块，谁没有拿到包？花枝卷是这个吗？来300块来3包，4包来5包来6包，你来来300了。包鱼300块来，来弄我人，弄我人，进来进。包鱼去收哦。工学路美眉哦，工学路美眉最近，我给得起。最近蛮玩的开心啊。你有人无？我无人无。你无人？啊，见面都有包鱼无？来300，啊靠呀！哎，结果我那我遐应该400个点，那冇变。哎，真正400嘞，就讲。你个度呢？啊，度呢一包，我台湾那一包度呢？我看。来300块的鲍鱼。不能没有，蛋姐。我看见。这差不鲍鱼啊。好像没有了。不能喜欢嘞。哎，叫有虾嘞。有人吗？叫有虾。可怜嘞。给300块了。一两分，提一分尔。哎呀，我鸡腿排还袂少，对，你们再炸，我带来前面看，你吃啊。红龙鸡块最近好像不知道有没有。小姐，我可以点先包，先包。应该有吧。先包一下。刚才拿上来，刚才有拿上来吗？这两包几块可能啊，无啊不考啊，对啊，所以要找我这。不找人吗？不找人吗？你忙工作，你为什么还有工作？你不退休嘞？我唔打本啊。我这边都没有。我嘛唔知啊，他抓我有买着啊。现在来鸡腿排，我抓袂起着去呢。来，这虾啊，两个抓上买虾子。来，大哥来，谢谢。来，啊，鸡腿排给我大哥来。你一边落已经发动啊，这个个收起来，讲鸡腿排袂起了。还是要工作比较开心。为啥这包给他大包？来，这两个人去上买来，一几包？一包尔。哎呀，鸡腿排。啊，你刚收两分，你唔知影样？来，一分大哥来。你收六个人客，你拢唔知送给你买的啊？你拿两分？喂，你一分尔啦。鸡腿排，你收六个，你甲送收啊？你唔知吗？收六分嘞，你快些，我无货，你快些。
哦，那个保洁起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才回事。哦哦，镜头是无同款的。来，偷车我怕偷车。我袂当讲话，我用憋的惊死啊！我讲话目屎流出来啊！你个讲，你个讲，你个讲，来我爸讲。适可而止，袂当讲啊。来，来，新的。来，大点偷车呀！落地啦！血管咯！来，落地啦！来，轻点啦！来，那我你送啦！血管咯，这个血管咯，血管咯，明天有啦！这个啊。哦，那是帝王蟹会办嘛？这是血管咯。今天没有血管咯。有啦。有吗？没有上车。没有上车。来拖车，我在家里，在家里。昨天有到货了，结果他忘了上车，吊车尾吊不掉。来500块，正的正的，一个客七点是一千，来500块，最后两个人客不拖车啊。劳保一个月领不到一万。来三地四地来五地哦，劳保我都。来六地来七地哦，你不大地啦。阿公正经啊，开始拖车接了班，一点来8块。劳保退休金。那七地5块，你还无得咩啊？劳保就是当做。来这几天下面拖车，最后一位喽，没有拖车喽。那就没有血管了。来五地六地来。那今天没有血管。来七地够我领来，500块没有了，最后一位土托鱼。有人要装备的无？拖车看有人要装备没？在家里，我这边没有上车。阿母。那要装备，我来讲，才有宅地，卖袂你1000，卖袂800。来，其他我装包包的来，750全包了，有了吼。来，全包的，750拢我全包的来。其实我已经了钱，我卖800才对。我去，其他我玩单档的，试过无？你捌食过咱台湾的挪威，不，台湾的南方蚵仔咸鱼片无？我食过因的咸鱼无？真正好食，对不对？来，看咧。为什么南方的咸鱼好吃？你都不知道、哦、因为咱台湾的咸鱼做油质，所以整体就胖。哦，比挪威鲫鱼还好吃，可是缺点就是量不多，我要多供应全台湾的货，所以现在才会有挪威鲫鱼哦这么风行。来，有要吃咱南方的咸鱼片，这不少哦，太超大片了，这一条80块。来，有要吃来，免500、400，来300块，3块、4块哦你。来，招姐妹来，南方的咸鱼片来300块。真的好吃，反正这后位大哥拢无看几块就赚钱啊，真正是相信我的啦。来300几个买两个哦，来300块。够不？几个？他200块，哇，继续，300块，300块，继续，用的啊，继续。帮咱大哥咧讲啊，我就卖甲你卖。继续，够花。一粉丝入来入贼啊！冈山大哥也加入你的粉丝团了，恭喜你啊！啊，月费高啊，这月费3000的啊，还是3万？来300块！你今天想较俗的啊？我你粉丝满天下来，4块340，1块85，我卖你300，两份就收吧。那个意大利面比较好吃，五条哩。那个不是4包，3包，来6条。那个意大利面比较好吃。来，这两个搁请你，往今天500，你无得买，安怎？你得喜欢对你对。来300，一条搁送你啦！卖讲8条啦，我送一条你，9条你。来300块来，南方蚵仔咸鱼片真正好吃。来5条，来6条，300块买无6条啊？这两条搁送你，一条搁请你，你是5包。来300块来。一个是普通的意大利面，一个是那个7包。来300块得，来最后两个人给啊。7包200块。今天啊，这种物件肯定在秀，你哥等下看。来南方澳的金鱼片，来没有买到的快点哦。南方澳金鱼片收保起，来300块，还有谁没有买到的？南方澳的金鱼片超好吃的，300块，五块都没了啊！好，那我们下一样喽，等一下秀给咱哥的可鲁哦。好，谢谢，赶快收起来，喝冷气王，继续。来花枝手卷，都要上回味的花枝手卷，来赶快哦。花枝卷，来一个人10条给你，那个问4条50块。哦，那10条我卖你120块，不用。姐啦，给别姐等个蒸，等个几七炸锅来去办锅完了。12条是34，15条给你们吃，100块煎一煎，炸一炸，气炸锅，今天可以20条来去办锅，100块来花枝手卷啊，几百块两回机件。花枝手卷20条卖100块卖两个啊，出那是苦力啊。几百块，哎，这个好好吃呢。继续，100块，赶快，隆重备料的花枝手卷啊。
几个牌？对，都有了哈。来，四个，一个二十条来。来，要吃虾啊，好，我发来。我也先哦。喂，拄好有人无要钓呀？哦，无要钓来，免1800来，500块就不介绍了啦，这餐厅铁板烧的鲑鱼啦，把它四条600块呀，来500多，来六条哩，来七条八条哩，要吃免1000啊，来500块多，规气安尼吧，来到十条来，来500块多鲑鱼，不用考虑的啦，鲑鱼没有这样卖的啦，一共这四条俗哦，啊一条120块的本钱啊，真好一条280啊，来八条哩啦，来十条免1000哦。来500块来，今日鲑鱼500块都买到了哈，鲑鱼啊，好谢谢你们。来，爱人哥被爱上，来，阿根廷鱿鱼来，阿根廷鱿鱼。哦，你即马客客气啊，这。卖俾500，卖开400来，300块啊，来300块来，300咯，五英年的，来300块咯，来300块鱿鱼啊，来300，我教的拢袂记住啦，诶，拢学着伊的。来300块来，留一下300，啥物食留一下螃蟹，来200块，200块来，吼，你大家买会到来。阿克尼鱿鱼，来200块，来，哎，大哥你来啊，来200块紧嘞，我毕竟要手会当生较长个啊。哦，大个了解收着，来200块来。想找不用来，来200块来留一下，来，接下来200块紧嘞。这种东西，鱿鱼还有吗？现在只要有工作就来，紧嘞来200块来，吼，你只要爽快留一下。来200块，够有三毛买着无？今年无介济啊，剩最后一半哦。没有帮你缴劳健保的话，被你捡起。无啊，最后一半来留言200块拢准备了哈。来，谢谢，安尼够完啦，剩一半了。你若要吃，去搞个可以。来，还要吃两大来，过一头来。乖爸拢无人要点哦，你要拜咱嘛，无别人煮，无人买啊。来，龙胆石斑头，这是肉，这是头，可是这好像肉。你吃八安尼，这无成头诶，你吃2安尼。卖卖1000煮姜丝，这身头足水，你会当煮姜丝，煮米苏冬的嘛好食。一人一份，不用买1800了。今天没有蟹管道。来500块我都。去 UNG 刚才有说过。贵一头，贵一头，哎，今天没有蟹管道。这只叫大粒的，你看，都是肉，你看，超漂亮的，哎，无输迄很毒的呢。来，成交一个要来500块我都，贵一头来500块。来500块，我唔相信无来，阿妹来500块，我来500块来。你两个唔知咧，无用啥话，拢唔知人爱金钱啊。来500块，几个要吃过头？短担当会晓吃尔，恁剩个拢唔知我咧卖啥？过头足贵呢，头是比肉较贵呢，而且你要买鲜度好的，无定定有呢。来自己来看，你可以拿起来看，哇，洗一块，你看你就买啊。我用最细一点点，一点咩啊？先做比较赞。他不敢叫卖。来，我把多一个蛋钱哦、喔，你会晓几点嘛？你啊？他咧。你较清醒，敢会使？来，500块来。哎，一桶水给我好无？这无哦，细一点哦，你看，拢知影这物件足水。真的很漂亮。这身多遐赞的呢。来，500。好啊，算了。咩，你卡手阿爸咩啊？来500块得，来500块来，哎，有影啊！讲你早餐，用走的，去底下散步，两边男，来，今日来500块来，过头来500咯。讲真嘞啦，才几斤你用哪？这一斤才400块的，才敢无两斤超过啊？500块你要买哦？来，我去搁送。这边你那想少伊啊？想要吃啊？较紧嘞，真正鲜多赞嘞！来一人一盘，来500块。还要再考虑啊！你到底知影我咧卖啥无啦？来500块。怎样？500。你唔知在想？龙胆石斑头。你敢打科鲁？煮姜丝，煮味噌，下去煎一煎，下去炸一炸，随便你煮，随便好吃，营养又好吃。免1000啊，一盘1000你就切无一段。来500块，500块来，贵头，多营养，贵科鲁啊。看身多营养，我领导是卖你身多歹，我是卖你身多足水的。来，一人一罐，等于你体面在当空汤啊。有免1000哦，来500块。有多营养，好吃，更营养啊。更营养啊。啊，今天赶到哎。越吃越营养。来。去追500块，少两个哦。大哥，朋友们吗？谢谢。怪料死我。卡了啦。手也袂啊，无本钱。这啊，你手下留情啊！
讲真诶啊，后抓买这个物件，可能看无啊。这我嘛捌看过。我了一摆得啊。我嘛捌看过。这是真正现老啊，动起来是绝对旧诶呢。无你有你有咧新大通买哦？等下恭喜你抓头啊哈！你希望大家欢喜。哎，真的啦，这几斤的我不知道啦，绝对不可能卖你五百而已。三个。这起别人都无可能，唔通别人五百，你也要别人卖一千块就上上诶。真的卖一千都很便宜。你老师哪个人给你？好啊。三碗来五百块来，最后三位了，你气笑啊！规箱拢好客气哦，真正规箱拢好呢，应该是爱一人买一千块了。后来我讲我五百，我五百赚了一半，一箱五六千块来拢好呢，来五百块，最后三位了，贵好，这几样好东西啊！来五百块，赶快，最后三位了，龙胆石斑鱼头来，来五万的收牌啊！哈，做单几万的收牌啊！哈。最一千块都买不到，五百块嘞，买最好啊！来五百，最后两位了，都买到了吗？大哥还要再一份哦，不要了，买一份吃完再买。来柜台五百五十三了，好，谢谢。我要个购物呀，这五百块不来购物用笑死人。来，阿要吃小卡啊吼，我好做好来。哈哈，鱼翅出现啦啦，鱼翅啦。换回你的创啥话啊？你几点了？你做个啥物动作啊？来麻豆三个客人不要介绍了，两包一公斤，赶快拿钱！三位客人，一百块给我来。好吧。对有三，你收钱啊？对有三。我蛋蛋的。蛋蛋的哦，你先，你甲放在心内就对啊。哦，你赞。还有茶色啦，你嘛我别讲话，我甲你放在心内。来鱼翅来，哎，王威有看到鱼翅无？王威连游都不爱游啊，连拖都不会啊！来，看好哦，这一包一斤哦，上面这一包是上汤，鱼翅上汤。哦，你那边煮鱼翅，一包做好油。OK。哦，看你看鸡，你煮鱼糕，哦，要来炒。